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买了四头母牛，有两头怀孕的了，现在把它牵下车。全都是黑色的，安格斯母牛啊。架子还不错，先绑在那里先。这一头怀了孕的了。这一条牛的屁股还伤着了。刮了一下，皮子都刮掉了。这个头不能这样洗的。嗯，给他提醒哈。这一头。奶盘的掉了，可能也没多久就下了。这个屁股被这个车子刮了一下，皮子都刮掉。哎呀！是一个嘞，给了又给一单个，就是一万以上到那个。走走走走，现在车子刚拖回来这五头牛，这个叔叔来要了一头。他想就想了。散了。这过去两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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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太高了，不好上，牵到那边去上。这头母牛怀了有五个多月的了。19000卖的，刚拖回来，赚了几百块钱，卖了就算了。他们是一样，他们是这么长的。这我是那里拖的拖了。嗯，
你先说啊，慢点的很，是吧？刚拖回来就慢了一头了，反正那头牛有600多斤，怀孕也怀了5个多月了，11900就卖了，赚个300-400块钱。这刚拖回来。志文，你说我穿的红衣服，他会不会怕我呀？不会，你是怕红色的。下来呀，下来呀。真是我较劲呀。面，都清进来了，现在暂时绑在这里，抱了点稻草喂一下他们，也饿了。